是音乐盛典年度歌手颁给周深后，引发张杰粉丝不满。张杰粉丝认为，按投票结果算，张杰票数第一，而且比周深票数多了10万。周深粉丝则表示，投票是初选，后续评选是按照4个维度综合确定结果。此外，盛典后张杰、周深也曾先后发文，张杰提及靠的是真材实料，周深表示事在人为。主办方随后辟谣，未取消任何艺人获奖资格。大家怎么看呢？真的深深让我们满怀期待啊！我感觉现场的很多朋友也是一同在见证周深未来的音乐之路。在这里我们也要预告一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正在东方卫视热播，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深深也在追，大家也可以追起来了啊！我们可以细细的追，然后才能知道说深深的这个音乐到底是出现在哪一个桥段，让他觉得哦，也可以放在这里，是不是？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歌手周深。谢谢谢谢。哎，我觉得这个荣誉其实应该是鹏飞老师来领吧，因为小美满这首歌的作曲和制作人鹏飞就在这里，我也希望我能够当面，就是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感谢他的这个制作好吗？谢谢你。所以我觉得歌手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个职业，因为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幕后人员帮我们去制作，像制作人、作曲，然后鹏飞老师以及作词李聪老师，以及像《热辣滚烫》这样的电影，整个剧组去让这首歌慢慢的从电影里面的故事情节去走入到大家生活当中的故事情节，所以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盛典能够给小美满这样的荣誉，然后今天能够在这里代表自己的两首歌去领取这样的荣誉，也是我的小美满，也祝福大家收获更多的小美满，谢谢大家。谢谢周深。他将卓越的唱功、独特的音色、真挚的情感完美结合，演绎了诸多经典的影视歌曲，2023年度共演绎19首影视音乐，一首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用歌声唱出了生活中的小美满、小确幸。他就是年度歌手周深。来，让我们欢迎年度歌手周深。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为周深奉上光影金碟。来，廖院跟周深一起欢迎刘念。好，谢谢谢谢廖院长。来，周深发表感悟。谢谢谢谢，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又来啦。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其实刚才鹏飞老师在说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盛典，有可能电影盛典、电视剧的盛典，然后音乐盛典。哎，这的确是第一次参加影视音乐盛典，所以当时一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觉得影视音乐炙热起来了。但其实影视音乐一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回忆、记忆。我觉得影视音乐它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有当时陪你看电影的那个人，或者是独自看电影时候的那个记忆，或者是里面的剧情和你发生共振同频的时候那些记忆，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这些影视音乐它会开始融入你的生活，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周围所有的人去开始产生很多的记忆和回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非常幸福，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去演唱电视作品的音乐、电影作品的音乐，就觉得自己在看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自己的歌，在那个情绪最浓烈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会觉得哇，我作为歌手真的好幸福。所以非常感谢咱们第一届首届的影视音乐盛典能够给我这样一个荣誉，也希望自己能够以后有，其实还蛮奢望的，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跟影视作品一起去在音乐、在影视作品当中去拥抱大家，无论是像人世一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或者是像小美满一样，我就希望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就给你一个拥抱。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谢谢你们。OK， 来来来，今年应该是你出道十年啊、哦。很大的自己有没有算过十年间唱 OST 唱影视歌曲大概唱了多少首？我没有算过哎，30多首吗？我不止，我们查了一下，将近50首。哇，50首？对。等等，那就是出道十年唱了50多首，平均每年唱5首。嗯，那我唱的还是不够多、老师，各位导演们，各位音乐制作人们，请多多照顾我，谢谢大家。我给你找一个目标好吗？孙楠在下面，来，我们把话筒给孙楠。孙楠，你有没有算过你唱影视金曲唱了多少首？哦，没有，没有算过。你也没算过？对对对。啊，那幸亏我们的功课做得足。哦。你的团队告诉我们，截止到2021年，你大概唱了100多首。哇！谢谢谢谢。所以目标在前头哈。好。好，那今天两位啊，应该算是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影视歌曲的，可以算是标配版的男歌手。我问你一下，我还在这个努力的道路上来。对对对，我问你一下，你现在张口就能唱的男歌唱过的影视歌曲是哪一首？我可能张口出来一个串烧，因为实在是太多了。男歌演唱的来一首，挑一首。太多了。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升华。潮起潮落，始终流言，真爱的相约。哇！哇！美丽的神话，好，太多了。你听过南哥最近唱你的一首影视金曲吗？我听过，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激动。是哈、因为这样一个标杆性的经典的歌手愿意去翻唱我们新生代的作品，我觉得是非常。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所以非常非常非常谢谢南哥，谢谢谢谢谢谢。南哥可以两个人合唱一小段吗？你不仅算我们出了多少歌，你还要拱火。副歌好吧？因为我可以跟深深学着唱，跟深深。哇、哦！对。哇！因为南哥向我学着唱。原唱者对。我想想词儿哈。让死亡，谢谢。让死亡击我，让恐惧亲我，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个人夺不走我的选择，弹指间湮灭我，但命运。让迷上烟火，那就点亮海藏的双眸。谢谢谢谢。哇，太棒了太棒了哈！好，那接下来这个时间，你可以稍做一下准备。过一会儿，你手抖什么？如果你换做我的位置，我相信林老师也会手抖着。太临时了，这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太棒了，太棒了！你稍做一下准备，待会儿来带来你的影视金曲歌曲，谢谢好不好？谢谢谢谢。好，非常谢谢周深。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南哥，谢谢老师们。我必须要讲，刚刚冯林曾经说过，影视歌曲有一个很。